来了来了，首先我们画出房屋的房顶，然后呢，我们把房屋的瓦片儿随便划拉划拉，画点细节，竖着画完，横着画。画完以后呢，把房子墙壁和房子底部画出来，然后画上一个小窗户。注意地基的部分也可以加点细节进去。加完了以后呢，我们在左边画出一个小小的桥，注意桥的透视关系以及里边的视野也要画一画。画完桥以后呢，再把桥的倒影画一画，然后桥上边画上点树，注意画树的时候注意树的层次关系，这样我们一幅简单的小画就完成了。你学会了吗？嗯。